那个还要一兆个饼干，还要一阵子，感觉要再两三天呢。拿天赋点可以升永久能力，那会玩的比现在还爽吗？苏幻跟我下，欢迎欢迎的。一兆的话，真的是要点一阵子。Minion 生成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来，一集就开始点下鱼，开始 poke。뭘해야할지잘알고있어。我找人借一点魔力。嗯？是哟，是哟 ，Big 哦！哎，哇，还要硬来啊？好像可以。拜托你各位的别生气，马上弄死他！塞勒斯，哦，塞勒斯这波太丑了。위험해보이는눈인가？要玩过一个发电厂的。哎，我之前有玩一个放置的，蛮好玩的，有一个那个。会一直开出新的小吃的夜市摆摊的那种放置游戏，那个也蛮好玩的，乞丐的也还行。安安啊，爸爸牙肉，你玩了一年多，你这个游戏玩了一年多，那你可以转身一次啊。哇，金克斯来吧，很强哦。勇士食堂应该不是吧？阿古尼泰，又忘记叫什么，就是会有一条街，然后让你，哦，就让你一直盖那个新的摊贩出来。像下路对线有点难打。雷欧娜 VS 布朗。每边现杀就不错。和风物语吗？大概不是，他是走那种台式的，中式台式的。对啦，300元。还把 AD 的闪给打出来了，削烂了。OK， 回家。现在比数3-1，全线优。那啥，开局了。上什么 AD？ 又补位啦！游戏哦，一直补位。我好运点应该算是这一把补位很好玩的 AD 了，还蛮开心的，一直按一就好了。好运 AD 是主一哦，这一把我看大家是主一了。就算是圣主也不可能完全不补位吧？圣主平常都补哪一条路啊？还是他全补？他直接选上路，然后这样补位这样。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辅助哦，补辅助也是可以，我辅助也越等。我把这个拖那个，可以带走，200元带去路上。好运还能在线，不太行嘞。他这个技能改的太久了，其实一直一消耗还是蛮痛
제압되었습니다. 在吃饼干吗？没有。Air Waste， 极酷薄荷。文姬，猜对了。文最近有点精神不佳。那嗑点 B 群，再喝个咖啡了。哎呀，31支冰，2把长剑。 这是要走暴击还是走穿透？这个啊，这个走暴击穿透，人都要。芒斯特斯，喝起来要比瑞布还爽。红牛还有出电竞的，像啥？哦，啊，便利商店买不买得到？哎。 放个眼，大家要来见。这里你请来对的是吧？哎，对面那个中路我们一直杀。AD在找死是不是？请你离开。好像没那么快离开，还是得死的。这样就行。 漂亮，6比5，下当给拿下来了，飞天的中路。电竞手枪还有加 B 群哦，哦，那感觉效果很好哎。他这样一条卖多少？ 哎呀，我竟然被他给带走啦！哎，你前面，嘿嘿，漂亮！嗯，我刚刚那样子打，其实都是傻到后面的人哎。 口香糖吃了，嘴巴会有七彩光吗？当然可以，颜色还能自己调。再配上那个雷蛇电竞染发剂，染了头发之后按下开关，自己选颜色。不容易，这没闪了。 不太确定。啊，3.1，打他才100多滴。过来，哎，Go！完蛋了，我被晕烂啦！ 真的跑得快，来了，怪兽飞上去，准备送头。哎，雷克萨这个角色，真的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哈哈，优势这么大，还是伤害这么低啊？终于要有大招了。 这边打野原来也才115哦，跑掉了，还好没给他吸掉钱。哎，日食馒头，哭阿们，你也来信教了吗？ 哦，还被拉线。哎，他在外面呢。
猜猜一猜，好爽，赚六十。위험해보이는눈인가欢迎啊，那肯定欢迎啊，上路就是欢迎大家的。来，再让我下路，再怎么打，那有点痛苦。对面已经神化妆了啊，我还长这样。连奶奇大哥也三四个月。奇怪，我们开局不是还蛮顺的吗？啊！哈哈哈哈哈哈！被踢踢啦！哎，三连四，哇！这么狠啊！哎，卡米尔拿绳子戳人哎、欸！这卡米尔真的会战一定不得了。啊，至少我把兵吃光了，上路。准备拿下守塔。哎呦，还把这边中路的干掉了，我再砍一下塔打不掉啊！失误了。淘汰，我要被追了。啊，还有一滴血，刘娜先来收割，哈，漂亮 ，nice， 晕两个。不如果他也被干掉，那我们就要亏烂了。他也被干掉了，克斯没闪。耶 ，MK 四十一个月，你就补位。补位我也会玩啊，我没差。这样掉死你啦！对啦，塞勒斯拿下八百，阿戳斯一打二，后面还敢投资下路？这样子他们好像是完蛋嘞、欸！我会再撒个大招，他也没得玩。清兵真的好慢哦，我要是会旋风斩骑过去就好了。再拿一百六，我叛教了，我没有叛教。主有说过啊，补位的时候就乖乖的，不要搞事 ，slowly 送，上路会吸的。那 AD 没闪没进化、欸，对，还是老死。这样对啊，死。又单杀了！我们要往上喽！冲啊！阿措斯开多！哈哈哈哈哈哈哈哇！阿托斯没补装就过来，好像不太好哎、欸。我是全招都中了啊，他砍不死我也没办法喽。啊，还是等那些有CC的人来教训他。来，补个水滴剑。
날 감당할 수 있겠어, 소환사. 아, 我哈一哈，这个有一千七耶，也蛮痛的。有没有想说可以直接把布朗姆给哈死？他大概100防而已。뭘해야할지잘알고있어。没事没事，等打团，不要招。雷欧娜要动头喽！别别别别别啊！千万别死！敌人无心，我感觉他要皮我。哎，跟着怪兽打。怪兽杀人，我跟着问几个来了来了，可怜啊布朗姆，勾到了，漂亮，应该能追死吗？不太确定，我去刺我的兵了。布朗姆刚刚是想要跳艾克吗？OPG 教练教了，不是我，我是不看 OPGG 的。OPGG 那是一本邪典啊，那乱写的。我只接受 Pro Build， 我这一套参考韩国最强 AD Deft。제압되었습니다六六六六六。队友这里好像可以开杀哎，刚刚不太好哎，不好吧不好吧，没打中就算了啦，然后他们一命吧。啊，对面。啊，溜了溜了溜了。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저도못放过他12级的卡密尔，感觉人家是可以越过塔把我干掉哎。安娜娜大爷，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哇哇哇哇哇！这么能跑，哭啊，还跑掉了。咚咚咚咚，很难杀哎，这一档。这边的中野，这边的中野如果可以一直杀掉我们的人，就有点打不了。手提剑，好贵，应该是我好像有点穷，124刀，356的战机。怎么办？到处都没有节奏，这里队友看起来又要送啊！又死了，中路又死了，炸弹要死光光啦！还行哦，不太行哦，中塔要没了。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被断了啊！我们要被抓了。
打了。好像还行呢。雷克萨已经没有用处了，雷克萨已经完全的开不得了。漂亮，突然一波八龙橘肉。天湖开局吗？耶、yeah, 也不到天湖开局吧。对面的组合后期都蛮强的，终于有一波节奏了，但我不太确定能不能吃掉。他要是不来我马上会死光、欸、不行嘞、欸、但会死光。快溜快溜快溜，那你在 BBQ 了哦，家里已经群聚了，这样巴龙应该掉了，真的要死了。没戳到，那没啦，我也没拿到。哇塞啦，出事喽！被烫死了，被烫死了，巨巨。那么，倒下了，哈利，他就掉死了。被一波撞烂，突然间这个巴龙的我倒也回家。哎，小娜出来，这场好像太被康克了。对他布朗姆一个，康姆两个，刘娜打不了，我也打不了，可惜了可惜了。但没事，补了一场，下一场就舒服了。下一场不补位，好好的玩。来，峰哥也回来了，我可以再打一场，然后去吃饭。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怎么大家不等我啊？전쟁으로打一等了，打一等了。哦，都不等。我就说我要去尿尿。我看一下，茂凯上路污浊药剂，应该是前期应该是会很难打、欸。我自己没茂凯的，我也不怕蛮王，我感觉蛮王就砍不动树。这样怎么不带 TP？ 因为这场我鼻涕到底啊。내가바로네최악의악몽이다。三角蹲他啊、哦。这样也还行啊，这个时间了他应该也不会出来，赶快砍兵吧。这样上路无关胜负吗？不可能，有我在的上路一切都跟胜负有关系。我一定尽力的砍他。哇，把他推下来啦，这是一棵老树嘞，可恶，没暴击。哎、欸，他很会耶，他一直锤耶。
带了模仿的话，等等好像有点难处理葛雷夫。抓到葛雷夫了，来皮皮他一下。可恶，没偷到！呜呼，算了，鬼步开启，鬼步开启不了了啊！哎，上天了，太皮了，哇，实在是太皮了！哎，找点小闪！哎，哇，艾克这里还要硬打哦。一换一，没事，我可以去阻止他们吃兵了。上路茂凯准备要缴 TP， 等一下，农夫想吃野，重体用掉了，没有哎，那我要溜啦！好，我等着砍，我等着砍他了。酸哦，酸哦。边大波进，雷夫在吃他的红霸。回回血，回地板。然后带这个乌卓药剂打线，真的有点强。慢慢地跟他玩啊！来了来了，艾克来了，那好像是等不到。没有鸡了，拔鱼啦，拔鱼啦！不抓我，没有葛雷夫就已经，他才刚抓完一轮。有点危险。嗯，葛雷夫还在我们家里晃呢。这个人一直想预判，然后把我的转给打下来。哦，大树一滴血，可以跟他扛一下了。啊，鸡没交到。这个要越其实有点危险，我感觉农夫会来耶，他硬上了啦，那就硬来咯。哇塞，哦，就说不行啊，艾克不行啦，我就跟你说不行啦，出事了啦。我那一刀其实有砍下去，就只是没砍死。那边就已经不能带斧了。当中路消失，然后打野消失，那里一定往上，太贪了。怪怪的，怪怪的，艾克。他刚刚那样子，不如就直接进去刷葛雷夫野怪还比较好。원한다면，这个状态要说那句话：转守为攻，只会往前。
纯真。好了，我慢慢的开始就好砍去了。总有一天会把这个树给砍死。一直砍，一直砍，最好是先回去补那个。掉死你！메가파루최악의악마。他好像真的没有很能扛住。换血之后的续战能力，我也比他强太多了吧？来，吃掉这个。哎呀，开砍，开砍！虽然他吸了这么多的奶，但我还是可以砍他的塔。漂亮，回家。我可以买药剂了。我不买药剂了。他学习圣主的精神，但圣主被人家这样吸奶，他肯定也是不在意的，就狠狠的教育他。阿군이당했습니다。哎呦，他们还贪呐！那我要砍塔。那继续贪，开始我的砍塔之旅。손쉬운사냥이되겠군。你教育我的队友了，我要在这个三角草丛教他做术。내검을따르라。好像也不想聊我了。哎，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내가바로네최악의악몽이다。我游戏出事啦！不是，它是游戏整个停住，就不是 VPN 的关系呢。这个我也没看懂，来重连，来重连。好像哪里怪怪的哦，是我的 VPN 断掉了吗？可是它是整个游戏都卡死了那一种哎。好，连回来了。소환사가다시연결되었습니다。哇塞，这一波上路也输太多了吧，我要亏烂啦。哦，刚刚可以打爆他的。回来歇死还是赢这么多。到了，但是被格雷夫秒杀了。我四个人在中路，二在吸奶。我们好像要送御侍者了。他一直捶我，其实还蛮烦的。阿嬷嬷，好像，哎呀，打不死啊！但是御侍者拿到了。
被控超级久。我也被控太久了，我直接都动不了了。好，现在3-9，看队友这边。阿姆那里有点可惜啊，他也是被控制。因为打韩服不被逼的方法嘛，去韩国申请韩国的身份证，再弄个韩国的手机，那你就不会被逼了。漂亮，这个月塔拿下600块。再来就看这个御侍者可以帮我们赚多少了。御侍者哪里去了？哎呦，刚刚不是我们拿到御侍者吗？难道没有捡起来？怎么办？回扣好香哦！恰不恰恰思密达，阿古尼当了思密达，大树现在是很快，然后他也不会打赢我。저기학살중입니다。现在踢下去了，好，我把上塔给砍断了，受死吧上塔。无情开舵，再洗一波兵补大装。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没事没事，我们这个慢慢打就会赢了。要不是中间断线一下，我现在一定超肥。好嘞 ，recall。困难的面。一件大装已经登场，神话装，我好像得去下路了、欸。不行，我要去上路。这边对面应该还是想吃龙的。哎呦，闪得漂亮！那他们把饭放在上路吗？我可是会无情单杀他的哦。没有，饭也跑掉了。那我先拔个塔。OK， 一座，一步一步的推进。撤退了！哦，不给我吃，还造了啦！变义工嘞！在下路，这蛇女有带惊人的，不太好杀。这里학살중입니다。来吧，我们来伐木吧。伐木工开始工作。看他多能扛。伐木工前进。
这树木有点硬，然后他一命，我先洗兵。他好像稍微有点硬啊。那再一剑来打我吧。好，洗一洗，回家。先买鞋。他回头打我又满血了，啊，我也满血啊，我们两个都满血，谁都不亏啊。我来去下路了，蛇女现在有个大金人呢，砍死他是相当有难度的。哇，死了！哎呦，闪现小漂亮，可以，中路抓到人了。好像得过来，完蛋啦，蛇女加上毛凯，吸掉料啊，吸掉料啊！哇，能不能砍死蛇女？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不可能砍不死吧？Nice 啊，800元！적에게탄패했습니다。狠狠的剁死，哦耶！这样子我也起来喽。他们这个物防真的是让我有点砍不太动，每个物防都这么高。如果金人开晚一点，我就不会追他了，我就溜了。他也不算是一个软皮，以他现在的防御这个血量也已经不软了。我们艾克完全没有收到人头啊，艾克没收到人头，正面可能会打不过。无难的命，这样鸡好像可以不用点高，多点一点啊 ，CD 快一点，早点砍人。啊，艾克就是从他上路戴夫那一波开始爆炸的。双 TP 哦，손쉬운사냥이되겠군。战锤快要有了。적이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哎，中路竟然被宰了，我现在不太好剁死他。来这边攻击者！哇，他大爆炸！出事啦！这一场，哦，六楼，八楼应该是没救了。溜之大吉，发育发育。只剩下那个手段了，队友站在塔下，我无限砍对面的塔。这局哦，这局已经爆炸了，他刚刚没有杀死那个什么心太崩了。完啦，这局这样的节奏太差了。
这装吃龙也不会到很久了。他好像应该先把龙给吃掉了。阿里他也死了。没办法，他是把自己给搞爆了。三级的冒牌，哎，旁边都是人呢，可恶！这样好像是要打不了啦。艾克已经不玩啦。他们超级坦克大战。啊！哟！谁都打不死谁。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아방배하여서서과요다치고다로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再见了我的家我守不了了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아队友那边打不了那我这边也打不了了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这样整个开始爆炸应该就是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回来之后上路带服那一波应该就爆到底了소환사한명게임중지지헤드可惜，哎，可惜。遇到挂机的，那也没办法。哎呀，哎呀，竟然没赢。那再打一场，刚好吃饭。悟空打野，嚯，是这个悟空哦。现在 AD 是死缺吗？嗯，如果你选补位的话，你就会一直选到 AD 哦。至少在收 rank 的 AD 是不太好玩的。比赛的 AD 现在的 AD 角也没有到很好玩。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现在才要玩 AD， 现在就补位才玩 AD 啊。就两边 AD 都补位嘛，看看谁补的好。先来偷点魔力，没人。문제없어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打到对面的补位 AD 能血虐吗？当然是不行啊 ！AD 就是一条补位不会被血虐的路。이리오실까？其他路补位那是对线就要被血虐，但 AD 不会。补位的 AD 要到会战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他可能不太会打会战。왠지잘될것같은데来，这趟神女加潘森，非常非常少见的组合啊！阿木拖上去了，哎呦，阿木木一直勾，我也一直被咬，打到这边征服者都叠满了，
不过这样子他们没有蓄战力了，把血量拉一拉。上格二，这边这个是打了头破血流，但是已经把血也喝光了。阿姆姆现在状态最好。现在下路蓄战力都很好了，这前面就是稍微换一换，对面已经把点燃按掉了，杀不掉我们了，就在转转魔力。哦，这个爪很凶哎、欸。剑姬翻杀，怪怪的，怪怪的，好像要被越了、哦。没有，撤退了。然后这个新爆歌单，好，等等，重新传给你。等我们打完这波线。OK， 回家。打台服玩 AD 很好虐，他们都白痴白痴。台服的打野不强，打野会玩的话 ，AD 是玩不太了的。台服的打野很喜欢选那些奇奇怪怪的角色，就很难杀 AD。啊，来歌单，我看一下。新爆歌单送给大家。啊，比那些人，那些人又不打台服，打台服就乱打而已。大概到钻石以上就没有。在打台服，哇哇哇，红哥，哎，摸的不错哦，对啦，一换一，哎，刚好勾到那个真的猴子，我们进入吸经验值模式。哎哎哎哎哎哎哎！他不给我吸经验了，哭啊！他没闪了。阿古尼汤也死了。你潘森没闪。我这样根本没吃到多少兵呢。我感觉蛇女打会战的时候，我应该蛮好处理她的。뭘해야할지잘알고있어配合死了，没爆哎、欸，最近太忙了，枪战就练一练就差不多了。不过我是不太喜欢玩枪战啊，外挂是真的有点，那是枪战的极限。好痒哦，这个流星打得真的不痛。哎呦，你可跑过来啦！还行，牺牲掉了阿姆姆。
二代真的难跑哎。去了。这里还是越不太了的哦，还要送哦，那请你下去。哎，其实我被这样打，我发育好像还是不差哎，210，士兵也有44。吃兵只输了0.57，这边这个疯狗再疯一次，我就赢飞了。现在都主一，我现在都玩这个破壳了。Deft 直传，主一破甲流好运气。主一的话配大招比较厉害啊，这个会比较缓一点。阿古里汤也死了。哎，猴子跟着上路，比数3-5。怎么感觉有人在蹲我啊？나는먼저쏘지。很怪，很怪，他完全不见了。那个不知道是真的蛇女还是尼可。哇，第二次攻，可惜。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一次 AP 打出来这 AD， 哦，那可没有，他打出来也是 AP。哇塞，我要死了，哥！哦，欸，我们完美 combo 哎，不过峰哥那个绷带拉不出来，我也没不过装。欸，要是他刚好拉绷带，应该可以。剑姬这么狠哦，哈哈哈！太狠了啦，还能反杀哦，哇哇哇哇，完全没有成功，不错吧，把那个猴子当人看。现在蛇女没有闪，阿古尼探也死了，潘森再次拿下人头，前4-9，艾克也拿到东西了。哎，整个节奏还是蛮好的。对面在杀人，我们一直拿东西。刚打到团战5开吧，阿木不小心挨到5个就赢了。문제없어。潘森跑去上路了，我加上一只阿姆姆，阿古里潘的死，大的话就可以杀死。出来！不妙啦！哎嘿，秒杀啊！悟空来喽！怎么有3个悟空啊？有4个悟空啊！哇，这里怎么会有4个悟空啊？欸，他好像还有一下子，哦，悟空没闪了。到底哪鬼？到底哪个才是悟空啊？破塔被파괴되었습니다。哎呦，灯塔被拆掉了，预示者还没叫哎。5-12，哦，我们刚刚打，其实我们刚刚杀蛇女很快，感觉可以再杀她一次。哎，刚刚悟空那样子冲过来，很无解。他们等会再这样打，有点无解。
是找不到人。没想到啊，你可这么久的角色，还会玩出这种新花样。航母开抓！对啦，人头给到艾克，这把御史者给叫了。来能越。对啦，带走。放开吧，够后面的。我是躲不了喽，帮你们多打一点。艾克是疯狂逃跑，没有悟空，他又复活了啦。哎，这个悟空为什么是满血的、啊？他不是复活，他不是复制死人的话，只会有一滴吗？来出什么？算了，先塞这样吧，草鞋就够了。如果剑姬有点不妙，我打不过他。哎呦，还好没死。三。两个的伤害可以哦，我觉得风哥现在伤害还蛮高的。风怎么爆了？我也不太清楚，就挺突然的。我这局带错了，没带进化。温姬，现在每走一波提前掉了。好、哦，上路打团，可以反戳，漂亮，猴子得倒。阿杜，你看的是？又收一个好了，这个700元呢。闪现幻术 ，OK 吧？好像没那么 OK。好像。啊、不是说他很 OK 耶，哭啊！我是闪现送头啊！好，先出收割，被他鬼蹲一波哎！来看一下下路，蛇女打球女，蛇女快两件装打不过球女，被血虐，哇哇哇，生气了！他就这样子被转哈。阿杜，你看到死你啦？嗯？为什么要交战？直接转他不就死了？阿闪呢？那既然是阿闪，他直接转他，神就死了。蛇女没有闪现，阿姆姆来了，冲啊！猴子怎么在、欸？可恶，没压到蛇女。超会超切死！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拆房子，我现在就 Q 一下也蛮痛的哦。来第二条龙，风龙拿下水龙魂，这一场水龙魂拿到之后，上路应该就开始吊打了。
啊，我太大了，我的剑魔要死了。啊，剑魔已经闪现了。突然发现剑魔根本就没带 TP。哦，又是攀升，他怎么永远都在这儿？不妙不妙不妙，风哥没了。智者叫上路。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我刚刚是这边有大哦，又开始了，一堆悟空。啊！真的悟空死了，真的悟空直接倒地。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업체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啊！上路兵营也直接倒地嘞，没得进攻。这一把拼龙魂了。刚刚那个大招是不小心打到分身的吗？怎么感觉他好像有抓到？居然有的打吧？他把剑姬，他把剑姬那一条路的兵营给推掉了，等等他们少一条路发育。正面我们又不是说，这里等等会变成我们上路在发育，然后对面上路一直想打团。哎，找到了，哦，这一个是尼克。可以呀，尼克死翘翘了。下面一位，啊？可以啦，爆锤这个分身。哭啊！一直被弹起来。剑姬这里 TP 下来，还有点亏。不过他有一条路可以慢慢吃的，真的就是剑魔都没有兵可以吃了，然后他一直在打团，可能被我们卷到两三个，然后就一波 TP。火箭快有了，能弹一次，啊，悟空，悟空可以弹，扣一下这。哥，饶过我的炮车吧！哇，还是被他烫死了。我觉得这个头带省不了了，一定得。哎，回家。我怎么感觉对面好像在吃八龙啊？哎，感觉好像正在吃哦。说不定他是偷偷弹那个果子下去，悟空正一滴血。哇，这样他被吃掉了。没吃，哎，没吃，还好，哎，还好没吃。开搞嘞！漂亮，剑魔再次倒下。谁拿到人头了？不知道谁拿到的。被推成那样，怎么都没人想帮。然后上路现在不是最爽的时候吗？就是剑魔只要敢出来吃兵，他就会被我们抓。啊，我们剑姬想吃兵就吃兵。
你看，才过了两分钟，已经从输二十只到现在赢快二十只。再过五分钟，他们就不用打了。这个游戏兵营不能太早追掉。兵营最好是放着到有八龙的时候再推掉比较好。好，点击这一波回补，两件套。红哥刚刚要是敢 Q 下去就好了。我一定就狠狠的教训他。应该开吃了，应该开吃了，还是没有哎、欸，对面这么吃这么快的组合，一直不吃哎、欸。对面正常来说应该是要吃啦，他们一直不吃，这样子我们发育很好。哦，球女敢站这么前面哦，没有头带，没有进化呢。黄蜂加大招还可以用吗？这样子我尿尿好像会岔开，好像会变烂，那样子好一点好像会变烂。哎呦，出事啦，潘森！还有四分钟，哎，还有五分钟不用玩喽。完了，还有五分钟都不能开战。对面要硬打了，对面要硬打了，受不了了吧？吃超慢，这一波吃超慢，就等就好了，我不用着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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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攻打！这应该是不会输啦。呀，绝！怎么是你在喊？啊，怎么是你在喊？조심해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的上路感觉是压抑太久，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有过的很惨。哎，哇，我被悟空挑死啦！看一下，这里可以出这个，这样打3900。3900哦，好像还行哎。嗯，大家觉得出这个好还是出会缓的那个好？头带，我也想出头带啊，啊没有钱啊，没有办法啦，出这个吧。好，不管了，就出这样啦。这样子应该大招痛一点，每一下都痛一点点。金牌龙要来了，悟空没闪没大，打 base 确实。哇，剑姬 ！Oh my god， 单杀！
这样，这样别出这场，怎么看后期是不是会赢？哎，阿伯，那是假的悟空吗？ 爸应该有人，不然过去。峰哥，帮我check一下吧。人家是 AD 耶，敢走进去了。来来来，求你，你check。 哎，还在，漂亮！努布悟空，这个悟空玩了这么多年，还是在玩悟空打野。我看他这个悟空打野玩超多年，对这个角色非常热爱。艾迪都不用出血哦。 我都是感觉不用出哎、欸，因为我也想不到出什么，三速血吧，破一下真的是。剑姬又开始了，看看有。 有得救，那边脚一堆大招，我觉得还有救，可以可以。哎呦，这个弹跳漂亮，是啊，对，好一点，真的好有料。 打五个，哎，在最后 Q 2只，完美收割。好一点的时代又回来了。机会一波吗？应该没啥问题哦。我是不是能压杀手？ 杀了人好了，要是能等到我大招转好，好运姐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珠宝开大招，在往温泉里面撒大，一定，哇，一定超爽。 但好像要23000出哎、欸，球女这个绝对是来混的、欸，13000还好，最后卷的不错。要开箱子吗？我来看看要怎么箱子开啊。准备要来去吃饭了。今天家里煮饭，排骨汤、虾球、玉米浓汤，还有荷包蛋。 还有咖喱菜，好香！咖喱拌饭，那家里不煮咖喱拌饭的，感觉外面买回来那种咖喱，哇，煮起来不好吃。啊，下午就先开到这啦，晚点见，各位观众。